对于露宿街头的游民来说，他们要的不多，不过也就是一个平平安安的夜晚。不过这个往往却是一个奢望。在任何春节单元给他都没有用，结果呢，我们公园处这边先提供，很简单，用一个方法效果不错，就是鞋子在边喷水，对不对？那边都有两次的清洗，两次的清洗，你们想都没有想到，他赶游民的工作怎么会变成公园管理处？你知道你的工作现在多神圣了？你把游民弄好，我告诉你，全万华的人，到时候你到万华来，每个人都说叫你是英雄，哎，对不对？哦，打水不能只打外面哦。OK， 你要跟你的同事讲，谁往游民身上打是多讲究，好不好？真的，因为这些游民真的是太糟糕了。我们班的，我原来长得好胖，可是我在恐怖没救，我的脸色，我要干嘛？安静的过来，我的脸色像长得那么胖，你对我怎么了？我现在有路灯的感觉，我的心很痛。我们其实很难过，这样的事情发在台湾，在寒冬里居然没有送暖，反而是在泼水。总统，你白纸黑字有告诉过我们说，其实在台湾并没有驱赶游民的政策，可是我们真的很痛心，这样的事实在影片里面再度的出现了。我们不知道说这样是不是总统在欺骗我们的人民，是谁在欺下瞒上呢？我们希望总统在2012年以前能够公布这个事实是什么。那我们想要再三问我们的马总统，愿不愿意立刻停止这个残忍的寒冬泼水的政策？因为外面真的很冷，不要再把水柱往我们游民身上泼了。是否能够请马总统愿意下令停止驱赶游民的这个政策？这是我们漂泊在这边提这三个问题给我们的马总统，我们希望总统能够给我们一些回应。他今天用这种清扫的方式，清除这些他们认为是一种社会的一种让他们觉得不舒服的一个东西的时候，事实上我们的社会问题解决了吗？我们这些人权的一些需要被好好面对处理的问题被解决了吗？我想并没有的。今天在这边，其实阿春的或者是其他的成员，只是很简单的，就希望说在平安夜里面，真的我们可以有个平安夜，而不是说每天都不平安的在过生活。我们只希望有一个平安的夜晚。Thank you.